Hello. 猪肉虾仁还是？ 这个蒸饺有点硬。 煎饺。 这个是那个奶酪包，奥利奥口味的。 奶酪包太干巴了，还可以。 米肠可好吃了，10分钟就行了，水里边。它这个米肠好好吃，而且一点都不腥。 真的好吃。
配上点太久配了。 好久没吃辣白菜了，就突然间吃，感觉好好吃。